叫你买叮当啊，你买叮当。你叫我落车，落你无欢喜的物件。客家本来就无啊啦，伊无啊话紧啦。哎，本来就无啊啦。把我们所有人都拍录进去。我们再来测好几啊？哎，小倩、哦，拍一下。卖窗的，还可以。变哪里变光？拍一下脸嘛。变哪？好 ，OK。秘书在背哦。每个人都要录一下。你们回程就会少了两个。哎，你不拍，你不调整一下啦。随便啦，随便啦。这唔知几件。啊，你就卖看。你说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讲好诶。讲好诶。讲好诶。好啊，未讲完啊。哦，好啊，会卖录啊未？无拍诶物件，干那要倒啊叫？